Jetzt die letzte sogar.好，我们一起跪下。好，如果不能够跪的同门，请你站着合掌。我们起身问候，师尊好，师母好，以及大家好。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没有来啊，哦，笔呀，笔给他。没有位置，我们坐这里吧。没有，我们可以再来。请大家起立，恭敬合掌。笑话中的话，请将麦克风传到虎边，虎边这边请站起来，如果要自我介绍的话，如果英国的同门请站起来。好，啊，欢迎你们。好，请坐下。那虎边这边还有另外的国家要自我介绍的吗？请叫麦克风。花田啊，上次在这边同修好像是20年前。欢迎您。黑头发，现在是白头发。好，将麦克风传到虎边，虎边这边还有自我介绍的吗？如果是团体的话，请你们站起来好吗？师兄好，师母好，我跟我。师姐是西湖同修会，然后我是莲花智君，我们今天第一次来西雅图，去年11月给师尊扶正。好，欢迎你们。我的太太是莲花云佩，谢谢师尊。好，还有吗？虎边这边还有自我介绍的吗？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澳洲墨尔本延明雷藏寺的莲花文俊。我是莲花成龙。这是我第二次过来，但是第一次参加同修会。好，欢迎你们。
我们还有一位交通组的师兄也在啊，在外面也是来自墨尔本的。师尊好，师母好，我叫莲花雨珍，我来自澳洲墨尔本，很高兴再一次来到西雅图，感谢师尊加持，谢谢。好。师尊好，师母好，各位上师、各位法师同仁、师兄姐们好。我是来自中国广东省汕头市的莲花雨荣。哦，中国来的，欢迎您。师尊好，师母好，我们是来自印尼的。印尼的哈，请站起来，欢迎你们。好，请问还有自我介绍的吗？请站起来。师尊好，师母好，诸位上师好，法师好，这是我第一次来自来西雅图，感恩师尊加持。我是沙巴黎藏寺的，然后我是莲花美丽。好，欢迎您。还有吗？你们湖边这边还有吗？师尊好，师母好，我是来自澳洲 Adelaide 的莲花燕儿。好，欢迎你们。请将麦克风传到前面这一边来哈，到佛具部这一边，啊，那边还有，后面还有，好，请站起来，请你们站起来。师尊好，师母好，我们是澳洲来悉尼来的。好，澳洲悉尼是吗？好。好，欢迎你们。哇，已经坐到外面了。好，将麦克风传到佛具部这一边。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爱蒂和莲花长雕，来自巴拿马宝华同修会，很荣和来到西雅图跟师尊一起同修，感恩师尊加持我们巴拿马宝华同修会长虹雷藏寺。好，谢谢你们，欢迎你们。好，佛具部还有吗？师尊好，师母好，我是莲花佩玲，我的母亲莲花菊儿来自文莱元英堂。好，文莱的，还有是文。师尊好，我是巴厘岛丁山雷藏寺印度尼西亚来的。印度尼西亚。的。哦，欢迎您。哦，没有。好，也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世界各地的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贵宾、堂主、各级弘法人员、同门善信大德来同修。同修南无药师佛本尊法，拍掌弹指，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母，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以诸佛菩萨放光加持，持上师心咒七遍 ：Om Guru Lien Sheng Shiddi Hum，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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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ru Lien Sheng Shiddi Hum。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Om Shuri Shuri Maha Shu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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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Om Shudori Shudori Shumori Shumori Soha Om Vajradhan Ha Ha Hum Namo Samanto Mudaran Om Duru Duru Devi Soha 念招请咒 Om Ah Hum Soha Om Ah Hum Soha Om Ah Hum Soha
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圣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免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西方阿弥陀佛，南无南方报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佛，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佛果有缘，佛法相因，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婆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秘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猪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保护佛，金刚掌狮子游戏佛，报圣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三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劫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掌佛，顶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方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照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无数精进保守佛，
下方善济愿英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诸于地上，即在虚空中，存忧于一切众生，得令安稳休息，昼夜休息。此心传求生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汪菩萨，普光王如来花生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尊林成得，娑哈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尊林成得娑哈尼婆尼婆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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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毗尼尼得摩诃伽得尊林成得娑哈。共念七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地，阿弥尼陀色耽婆地，阿弥尼陀毗迦南地，阿弥尼陀毗迦南陀，伽弥尼伽伽那，俱陀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地，阿弥尼陀色耽婆地，阿弥尼陀毗迦南地，阿弥尼陀毗迦南陀，伽弥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地，阿弥尼陀色耽婆地，阿弥尼陀毗迦南地，阿弥尼陀毗迦南陀，伽弥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地，阿弥尼陀色耽婆地，阿弥尼陀毗迦南地，阿弥尼陀毗迦南陀，伽弥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地，阿弥尼陀色耽婆地，阿弥尼陀毗迦南地，阿弥尼陀毗迦南陀，伽弥尼伽伽那，吉多。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地，阿弥尼陀色耽婆地，阿弥陀毗迦南地，阿弥尼陀毗迦南陀，伽弥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地，阿弥尼陀色耽婆地，阿弥尼陀毗迦南地，阿弥尼陀毗迦南陀，伽弥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所结根本传承上师所印，观想根本传承上师三光加倍。此根本传承上师心咒108遍，先作此念珠观想。此咒
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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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Jie Yao Shi Fo Wu She Guang Yin. Xian Guan Kong. Nian Guan Kong Zhou. Om Sobawa Sutta Sarwa Dharma Sobawa Sutto Hang. Om Sobawa Sutta Sarwa Dharma Sobawa Sutto Hang. Om Sobawa Sutta Sarwa Dharma Sobawa Sutto Hang. 观想大海上面，万里无云晴空，月轮从海上升起虚空。月轮中有青蓝色种子字home字放大蓝色光。月轮中home字旋转，化为一尊药师佛。药师佛同阿弥陀佛一般，具三十二相，但身是蓝色，双手结钉印，持钵。
波内盛满治病的甘露做莲台。观想药师佛心髻放蓝色大光，蓝色光照灌行者，从行者顶窍而入，行者自身便全身琉璃色透明，一切业障宿业及疾病完全消除。在观想药师佛心髻蓝光放大，而行者心髻也放蓝光，二光在空中愈合，二光合一，顿时行者变身为药师佛，空中的药师佛与行者的药师佛无二无别，皆成本尊。此药师佛心咒108遍。此咒：迪亚他嗡贝卡兹耶贝卡兹耶玛哈贝卡兹耶拉扎萨摩卡德雷索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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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亚他嗡贝卡兹耶贝卡兹玛哈贝卡兹耶拉扎萨摩卡德雷索哈。迪亚他嗡贝卡兹耶贝卡兹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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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贝卡兹耶拉扎萨摩加德瑞索卡迪亚塔欧贝卡兹耶贝卡兹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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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贝卡兹耶拉扎萨摩加德瑞索卡
比亚他唵贝卡哲耶贝卡哲耶玛哈贝卡哲耶拉扎萨摩诃的人说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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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九劫佛风入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Lintoling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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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 Samo Ye Soha Om Zuri Zuri Zunte Soha Om Zambara Chalang Chalaye Soha Om Ah Hum Beza Guru Bema Siti Hum Se Om Ah Hum Guru Be Aho Sasa Maha Lien Seng Siti Hum Deyata Om Beka Zeye Beka Zeye Maha Beka Zeye Raja Samo Kadere Soha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恭念大救难咒二十一遍持咒。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卢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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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卢罗尼，阿拉摩拉多。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卢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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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卢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卢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卢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卢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哈鲁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鲁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鲁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他吃查扎拉，他吃卢罗尼，玛哈鲁罗尼阿拉摩拉多拉梭哈。回向。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请大家起念请佛住世起愿文，具德妙善神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护教金刚空行前敌逆，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讲生度迷情，三宝于是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住世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弟子众等愿以此同修功德回向，祈愿圣尊佛体安康，长寿自在，常住世间，永转法轮。恭请圣尊作总回向。一心敬礼，同修本尊，药师琉璃光如来。一心敬礼，同修本尊，
药师琉璃光如来，一心敬礼同修本尊药师琉璃光如来，祈请如来放大光明，祈请如来接引幽冥众生往生清净佛国，加持众等病业消除，祈请加持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道心坚固，弘胸化吉。祈请如来加持众等增福增慧，业障消除，熄灭灾难，光明无尽。祈请菩萨药师琉璃光如来、夜光菩萨、日光菩萨、药王菩萨、药上菩萨，祈请十二药叉神将加持众等，勒令熄灭众等的业障，增加众等的福分，增加众等的智慧，增加众等的敬爱圆满。一心祈请药师琉璃光如来、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十二药叉神将放光加持，天罗神、在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一切怨敌退散。问Om Tia Tha Om Pekatsiya Pekatsiya Maha Pekatsiya Natsa Sama Kataliya Soha Tia Tha Om Pekatsiya Pekatsiya Maha Pekatsiya Natsa Sama Kataliya Soha Tia Tha Om Pekatsiya Pekatsiya Maha Pekatsiya Natsa Sama Kataliya Soha 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共念三遍百字明咒 Om Bija Sato Samaya Manu Banaya Bija Sato Tenu Baditha Jejo Me Bawa Soto Kayu Me Bawa Sopo Kayu Me Bawa Anurato Me Bawa Sawa Shidi Me Purayata Sawa Kama Sutta Me Jitamu Shidi Re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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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agavan Sawa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佩吽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迪努巴迪查杰卓咪巴瓦萨多卡约咪巴瓦萨婆卡约咪巴瓦安诺拉多咪巴瓦萨尔瓦西迪咪布拉雅查萨尔瓦嘎尔玛萨查咪吉达姆西迪人古鲁吽哈哈哈哈哈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佩吽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迪努巴迪查杰卓咪巴瓦萨多卡约咪巴瓦萨婆卡约咪巴瓦安诺拉多咪巴瓦萨尔瓦西迪咪布拉雅查萨尔瓦嘎尔玛萨查咪吉达姆西迪人古鲁吽哈哈哈哈哈巴嘎文萨瓦达他嘎
达贝扎玛咪门叉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哄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二拜诸菩萨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哄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引。四平等一起手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传承上师加持同修圆满吉祥。请大家一起虔诚恭敬合掌，恭请根本传承上师为与会大众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敬礼传承祖师，两名和尚，沙迦正空上师，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图登大吉上师，敬礼坛城三宝，敬礼同修本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及其眷属，啊，师母，各位上师，图登悉地仁波切，法师、讲师、助教、堂主，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今天与会的贵宾，中华民国行政院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廖东洲大使及夫人九体师姐，郑国忠中委会会计师特丽莎师姐，中国中中委会法律顾问罗日良律师及黄叶琴律师，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徐雅琪师姐，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房市立业集团总裁林坤英师姐，林淑华医师，许宏春药剂师及家人，李嘉玲医师，啊，今天的与会大众有很多的贵宾啊，但是他们都没有人，好像是说啊，没有报名这个贵宾的名单，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是贵宾。大家晚安。斯拉玛玛难。啊，你好，大家好。唔乖啊，唔乖仔啊。有很多国家的啊，很多国家来这个样，啊，每一次法国的老师说，为什么没有讲我们话语？
那我只会一句这个 Merci Merci beaucoup、啊、Merci beaucoup。 另外还有哪里的？巴西的、啊、还有巴西的，这个巴西的应该讲烧鸡，烧鸡、啊、健康，大家健康、yeah。还有哪里的？日本啊 ，normal 啊，空漫画，空漫画。还有哪里的？越南。啊，我记得好像是你们讲了我就听不懂。我知道是什么，龟尾，龟尾，龟的尾巴，龟尾。龟尾是大家啊，根藻，我只会龟尾。是越南的，越南的、啊、还有呢，西班牙 Hola amigoHola, amigo。 还有呢？泰国，萨瓦迪卡。还有呢？啊，印尼，哦，印尼已经讲了，斯马拉马兰，什么马兰？德国，我直接讲多一级，多一级啊。还有哪里？荷兰，啊，讲英语啦。Good evening, good evening。总之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啊、刚刚我们修的是药师佛本尊法啊，药师佛本尊法。那么药师佛本尊呢，他是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东方琉璃世界的教主。这一尊啊，一般把它列为跟阿初佛是异名同体，因为阿初如来啊，阿初如来不动佛，药师琉璃光王佛都在东方。那么阿初佛跟这个东方的药师琉璃光王佛，他的有一个世界叫做琉璃世界啊，琉璃世界是等于佛国净土。其实我们常常念佛就是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其实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如来的净土一样的啊，很庄严啊，很庄严，那、啊、非常殊胜啊，很好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佛国，是很好的佛国。那么药师本尊呢、啊，他最大的法就是七佛药师的法会
是属于药师的最大的这个坛城跟他的修持的方法啊，七佛药师的这个坛城跟修法是属于他最大的一个法。药师如来他主要为什么称为药师呢？因为他在愿望当中啊，他希望说能够以他的名字跟他的这个经典啊，他自己有愿望，希望众生都能够免除这个疾病的痛苦。那么人生最大的苦啊，是疾病啊，就是病苦。你只要得到很严重的疾病的话，你会感觉到这世界上的什么事情你都不需要，都没有了。那个时候什么欲望通通都没有，你只有一个欲望，就是希望你病能够好。剩下最后一个欲望就是希望你的病能够好，但是等到你病好了，你欲望又有了。啊，人就是这个样子。人在疾病的时候啊，可以讲万念俱灰，所有的念头啊，这个欲望的念头全部没有，唯一的期望就是能够病能够好。那么今天呢，我这个上个礼拜就开始问事啊，这个礼拜也问事，差不多问了将近有这个半个月的时间啊，半个月的时间啊，来的这个同门呢，进来的同门呢，他有两种痛啊，两掌痛，就是这里痛那里痛。那么两种病呢，也是两种病呢，就是这里病也那里也病。那么同门很多的病呢，我只是在想想，哎，这个病业实在是太苦。这个人生啊，最大的苦应该还是病苦，最大的苦还是病苦啊！我记得上回不是讲我们修药师佛的时候，我讲过这个张辉啊，他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那孔明在旁边啊，摇伞，摇着伞子，摇摇摇。那你还有一怕？他说那是哪里？我什么都不怕。孔明就讲说病怕不怕？他马上从马上掉下来，还是怕的。人在怎么样子的这个强壮，在怎么样的强壮，都怕病的。多怕病啊！你以为你身体非常健康，我去检查，突然之间有一个啊无药可治的这个病在你身上，这时候你就开始怕了，而且啊苍老的快，很快的，因为这个病。你很快的整个人生都变成这个啊灰色，整个都意志消沉，什么都没有。所以讲讲啊，想一想啊，这个师尊这个七十年来只有在隐居的那一段时间有一个病苦，有一个病苦，除了这个以外，我不知道什么是病啊，我不知道什么是病。
除了那个时候的那一种痛以外，我不知道什么是痛。所以人家有四十腰啊，有五十肩呢、啊，啊，四十的时候腰就会痛，五十的时候就是这个肩膀就会痛，四十腰五十肩，啊，师尊到了七十还没有。这是佛菩萨保佑，药师金母保佑啊，还有所有的神将保佑啊，让我没有感觉到这个病苦，这个是实在是很幸运。但是佛陀曾经讲过，你想想看呢、啊。太阳啊，每天都很猛烈，都是非常猛烈。今年的夏天，太阳都很热。但是在最热的时候啊，会显现出最热完了以后呢，这个太阳就会慢慢的变成不热，好像是说春天啊，夏天最热。今年的夏天很长，进入秋天太阳也会变凉，那么到了冬天就会变寒变酷，这寒酷，所以这也是一种太阳的无常。我们看月亮最清楚了，它每一天都在变，到了十五的时候最圆，最圆满的时候，再来就慢慢的开始亏了，啊，开始亏了。所以佛陀讲无常，不只是指天呢，不只是指地，还有指我们人类，也是无常。你看生意最好的时候啊，生意最旺的时候啊，突然发布一个消息啊，你的这个东西啊含有致癌物质，一下子你的生意就破灭了。就是说有旺啊，它必然有衰，有最旺的时候啊，必然有衰退的时候。像身体一样啊，你有壮年，一定有老年。那么老了以后呢，你就老跟病是在一起的。我们常常说，在那个啊，密教里面，在祝福里面呢、啊，经常祝福人家扎西德勒啊，如意吉祥，这是可以的。再来就祝福你健康长寿啊，这个健康是可以的，长寿就不一定健康啊。你一长寿了，到了七十、八十。九十啊，就会有病，就会有病出来了。到了老年，就开始很多的毛病就出来。所以长寿不等于健康，如果能够健康又长寿，那是非常好的，那是最吉祥的。所以我们常常祈求日吉祥。夜吉祥，一日六时皆吉祥，一切吉祥中者，祈愿啊，本尊摄受，上师加持，护法永在。啊，我们经常这样子祈求。啊，在这里也祈求，药师琉璃光如来，啊，加持众等。
能够把你们身上的病业全部拔除，如同药师如来的愿望一样，让大家身体健康，长寿自在。因为我发觉大家的病业很重啊，有很多人都生病了，感冒，这个感冒倒是不要紧，这个如果像这个中了这个伊波拉的啊，我们有这个西非来的同门，这个在不在这里啊？啊，碧天所啊，在那里，他是西非来的，他说两个礼拜以前他还在西非。你是哪一个国家来的？奈及利亚，奈及利亚。但是我问过活菩萨，他没有伊波拉。他没有，奈及利亚是很厉害的啊，是很厉害的一个伊波拉，很厉害的。但是他来的时候给他 check 一下，哎，没有，没有就放心了啊。他已经来了，也是两个礼拜嘛。啊？嗯，没问题啦。啊，大家安了啊。这个。像这种病呢，我们真的是很难测，非常难测啊！像这种病毒，你又看不到，细菌你也看不到。但是师尊讲实在话，师尊的身体真的是免疫力很强。在台湾呢、啊。很多人都有 B 型的肝炎 ，B 型肝炎，很多人有，很多很多。我回台湾呢、啊，我讲过，我回台湾的时候啊，我这个这几年啊，半年就在台湾，半年在美国。回台湾吃东西，路边摊我也吃啊，啊，我们每一次都要吃路边摊的，啊，路边摊也吃啊，那个碗呢、啊？它一个水桶，只是一碗一个水桶，洗所有客人的碗，洗所有客人的碗。但是你看不到啊，你也吃了。他回到美国来检查，我每一次身体检查，一年我检查一次身体，我每一年检查一次身体，就是一检查，哎。哎，你血液里面呢、哦，有 B 型肝炎的细菌，他们那个医生，这个抽血检查，每一次我都抽血检查，全身检查，你有 B 型肝炎的细菌，我说完了完了，这 B 型肝炎是我从来不打预防针的，师母是什么预防针他都打，我是什么预防针都不打，你看嘛。我们有18个人呢、哦，去印度，要打9种预防针，我1种针都没有打。但来去了印度以后啊，就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瓦拉拉西啊，那么。我就把它称为，那是5000年历史的城市、哦、在恒河旁边、哦、是印度教的一个重镇、啊、一个很大的城市，5000年的城市，在恒河畔。大家去到那里以后啊，每一个人都玩啦拉稀，啊，全部拉肚子，只有师尊一个人。都是金条，
啊，全部放的都是金条，啊，没有玩，没有玩的拉西，没有。我回台湾呐、啊，这个抽血一检查，哎，你有 B 型肝炎的细菌，但是医生说，你实在是太幸运了，因为所有的 B 型肝炎的细菌进到你身体，你的免疫力发挥啊，把所有细菌全部通通杀死，你的 B 型肝炎细菌全部都死的。也就是我的免疫力大过 B 型肝炎的细菌，把所有 B 型肝炎 A 型 B 型 C 型重型轻型全部通通都 Q 就杀掉。所以师尊是健康、啊、放心放心，师尊是健康。我说我要打这个 B 型肝炎的预防针吗？他说不用，因为你早就把那些细菌全部杀死，你的这个身体的防御力已经很习惯于那种细菌，你再怎么细菌一进来全部把它杀死掉。所以能够吃掉细菌的人就是师尊。能够把细菌吃掉的人，既然是我，每一次有感冒细菌进来了我都知道，哎，感冒细菌进到我里面来，然后我里面就开始，身体里面就开始运作，把这些细菌全部给它杀死。然后别人感冒了，有人感冒了，我就把他的细菌给他吃掉。也能够吃掉别人感冒的细菌。哦，这个功夫很厉害，这个实在也不错了。我觉得我自己身体，感谢哈，瑶池金母、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空行诸天，让我现在身体都很强壮，到了70岁我还能够咬甘蔗吃甘蔗啊，眼睛不用戴眼镜啊，看得非常清楚，开车也不用戴眼镜，写文章也不用戴眼镜，看报纸也不用戴眼镜，这么小的字我都看得懂，这么小的字我都看得很清楚，这报纸上最小的字的。有三个小孩子在比谁的爸爸比较快，第一个小孩子讲我爸爸最快了，桌上的咖啡杯掉下来，他可以在杯子跌到地面之前把杯子接住，啊，这是很快，不过也可能是巧合。第二个小孩子讲，我爸爸才快了，他去打猎，在200尺外射中一头鹿，在鹿摔倒到地面之前，他可以冲上去把鹿扶住。哇，这个已经很快了。第三个小孩讲，我爸爸是公务人员，每天下午5点下班，他4点半就到家了。这个最快啊，对不对？你看师尊看报，看报纸不用戴眼镜，我也没有雷射眼镜哦，你们不要以为说哎，师尊一进偷偷跑去雷射眼镜啊，矫正自己的近视，没有，我没有雷射眼镜。这个雷射眼镜就是莲祖上师啊，他有去雷射眼镜，他以前戴眼镜的，现在不用戴，也蛮好的。那莲寺有没有去啊？
没有，所以你戴眼镜嘛，你看。连主以前是戴眼镜，他现在不用戴眼镜。我没有雷射眼，没有雷射，自然而然，自然而然眼睛就是很好了。晚上开车也不用戴眼镜，70岁不用戴眼镜。你看，师母有戴眼镜呢，他还有两个眼镜，他有两个眼镜，一个是。一个是老花，另一个呢是怕光，一个是怕光，一个是老花，他有两个眼镜。我眼睛很好，所以我一切看得很清楚，不像这个笑话，他看得不清楚。某一天呢，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有一名强匪在切钱之下突破层层的关卡，进入银行的保险柜。强匪打开其中一个保险柜，却只见里头放了果冻。他就打开其他的保险柜，发觉每一个柜子全部都是果冻。这个一气之下，他就把所有果冻都吃掉了。隔天呢，该名歹徒起床下楼买了一份报纸，准备看看自己的丰功伟业。结果呢，报纸的头条是这么写的：这个疯狂的歹徒啊，这个金子银行被盗。这个偷错了，偷错了。那个会有营养吗？我不知道啊。不过师尊的70岁了，一般人来讲起来70岁，那个有一个作家，有一个作家很有名的作家，70岁，你不用进去这个情趣商品店，不用去了，情趣商品店对你已经没有用了啊。就是讲说70岁差不多是丁丁啊，丁丁就是死了。我们讲的丁丁啊，也就是讲这个四大喜事：洞房花烛夜，就是那个很高兴的事情嘛啊，金榜题名时是很高兴的事情，他乡忆故知都是很高兴的事情，久旱逢甘霖都是很高兴的事。这个最高兴的当然是这个洞房花烛夜啊，洞房花烛夜呢，结果是不举，那是最悲惨的事，变成最高兴的事变成最悲惨的事。70岁，所谓丁丁，就是差不多了。这个放心好了，这个我没有讲什么啊。不好意思讲，就不用讲。这里有一个笑话，也就是说，药师如来啊，非常的照顾师尊，非常照顾师尊。有一次出去玩，在一个远房的亲戚家住了2天，那里有个风俗，就是认为小孩子的尿是最干净的，他们是用童子尿来煮鸡蛋，说是吃的非常的养生，问题是我哪里敢吃，无奈人家热情一直劝我吃，没办法，我只好答我不爱吃鸡蛋。
可是我那个亲戚更可爱，他说那你喝点汤吧。我们想一想看，其实我们中国是这样子，在中国古代的童子尿，童子尿是指这个小孩子啊，小孩子在几岁，从一岁到六岁之间，他的小便叫做童子尿，啊，这是童子尿。这个童子尿在中医里面讲叫做回笼水，啊，刚出来的尿头不要，还有尾不要，只起中间那一环，那也是一种药材，是很好的药材，真的是有童子尿，啊，喝这个童子尿，日本人发明的，你叫本尼，啊，你用先生，你用先生啦。啊，连长，你有一的屁屁，嗯，日本啊，以前有一个人讲日本人不好的 ，Japanese no good， why no good， but the Japanese the every time and go anyway。Maybe the sake, yamna sake, yamna sake, 就是喝了酒以后 ，anytime, anywhere, anywhere, the pp. 所以是日本人到处小便的。我们有一次在日本旅行也这样啊，游览车在高速公路突然间停下来，为什么回事？哎，怎么停在公路？等一下看到司机走下来，就在巴士旁边就小便了。啊，这是亲眼看到的哦，这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你用先谢，红豆，啊。红豆，我说有没有这样？我意思红豆就是有没有这样？他讲嗨就是是。嗯，这个中国人很多的药材啊，中医有很多的药材很特殊的，但是呢，总之啊也是很有验。有它的效验在里面的，不要讲说是那个尿了，很多东西，很奇奇怪怪的东西都可以当成啊中医的药材。那么药师佛都会明白，这个都是药，真的是。这个西方人他不会明白我们。奇怪，中医很多的东西的药都是很奇怪的。我们今天讲这个大圆满法啊，在真言密教方面有了坐密、行密、密印，其实是坐密、行密啊，然后瑜伽密、瑜伽密。跟无上密有四种。释迦牟尼佛在世间呢，先说21000条伏藏，条伏贪欲烦恼之对治；先说21000气精藏，条伏嗔烦恼之对治；先说21000对法藏。调伏愚痴烦恼之对治，再先说21000第四障，调伏三毒等分之对治。三毒是贪嗔痴，那么也有讲这个
对付贪的，对付尘的，对付愚痴的，这个主要就是在智方面，在智方面，对智方面，对智方面。佛陀说法有讲到对智，对智，我们有贪嗔痴疑慢种种的啊烦恼，跟种种的病啊，属于心理上的啊，属于心理上的贪嗔痴疑慢，都是属于心理上的。那么佛陀呢，就讲这个对治法，以什么来对治贪，以什么来对治嗔，以什么来对治这个愚痴，就讲了这个三无漏邪。什么是三无漏邪呀？啊，戒、定跟慧，它是戒、定、慧。这个对付贪呢，是用戒，用戒力来对治贪的。啊，用戒力来对治贪。啊，像那个这个欲望，你欲望、野心都是属于贪。那你如果完全没有欲望，或者是你有欲望，但是你在欲望的范围之内，在你欲望的范围之内有一条绳子啊，超过这个界限，你就是属于贪，那这一条绳子就叫做戒律，这一条绳子就是戒律。那么你看佛教的戒律啊，它有首先有五戒，戒杀生、戒脱道、戒邪淫啊、戒妄语、戒喝酒啊，这五种一定要守住，这个就是一种戒律，可以调伏这个贪字，调伏这个贪。然后呢，调伏这个尘，就是用定，用定来调伏。你要把这个愤怒的心给它降服住，就是要靠你的定力。任何时候都要靠你的定力来降服你自己，靠你的定力来降服你的尘。啊，不可以发怒，不可以激动，都是要靠你的定力。所以学佛的人，他是行如风，坐如钟，立如松，卧如弓。哦，他行住坐卧，他是有规矩的。所以师尊说法，一定是坐得直，啊。不能弯腰驼背，一定要坐得很正，坐得很直。啊，这是一种定，一种定的一种功夫啊，定的一种功夫。另外呢，以智慧来对治愚痴，你必须要是学习如来的智慧，你有了如来的智慧啊，才能够把愚痴给它调伏掉。愚笨的行为啊，很多很愚蠢的、很愚笨的行为，用如来的智慧啊，给它调伏。所以戒定慧是对治贪嗔痴的，对治贪嗔痴，这就是对治法。啊，佛的讲法当中有所谓的知量道。那知量道是什么？是修善的。知量道是属于行一切的善事，做一个正正当当的善人，行一切善事，这是佛在说法当中谈到的。另外用戒定慧来调伏贪嗔痴，这个我们
大家听了应该都可以明白，也就是调伏这三毒等分之对治，这是佛讲的，佛在说法当中的所谓的对治法。最后呢，才讲到这个真正的第一义啊，佛教真正的第一义叫做明心啊，叫明心，才讲到第一义的。那么大圆满法的第一位转法轮者，即是太初古佛博仙如来的神通任运，现在的大圆满法被西藏人称为内系部三瑜伽啊，内系部的三瑜伽属于内在的内部的内法的三个瑜伽法，也就是内圣升起、圆满、大圆满。这个在他们的藏音里面讲马哈、阿努、阿底三系部，这是最高的法，就是大圆满法，指的是最重要的是马哈瑜伽、阿努瑜伽、阿底瑜伽三系部。我们讲马哈瑜伽，就是可以讲无上部啊，可以讲无上部跟瑜伽部合起来是马哈瑜伽。阿努瑜伽就是明心，阿努瑜伽就是明心，阿底瑜伽就是见性，就是见性啊，看见佛性。阿努瑜伽就是明心，明心呢就是佛陀讲的第一义啊，第一义，它的道理是这样子的。啊，今天坐计程车出去，我叫司机大哥开快一点，没想到速度快到我都看不清楚路人，连闯四个红灯。然后我担心地问司机大哥，不用这么急，不然可能会让你吊销驾照。只见司机大哥很淡定地说，放心，我根本没有驾照。这个笑话代表什么？其实我们学佛在一个戒字上面，要懂得这个戒字，不能够太超过。这个客人是心里很急，他想要开快一点，没想到司机啊开得比他想象的更快，这是换戒的，这是换戒的。所以呢，你过跟不及都属于犯戒，太超过了你犯了戒，你完全没有也犯了戒。然后我们现在有两种病，一个是躁郁症，一个是忧郁症。躁郁症呢，就是太急，太急了，性子太急，太急躁了。一发怒，他就会打人了。这个躁郁症是会打人的，忧郁症呢，他是太好像自闭了，太自闭了，什么都不想做，什么都没有兴趣，什么事情都很慢。这个躁郁症是会杀人的，只是太超过了。忧郁症是会自杀的，是会自杀的，因为实在是什么都没有乐趣，人生都乐趣。我讲过一个比喻啊，这个躁郁起来的时候，急的时候，
啊，这个是躁抑，忧郁呢？就是忧郁。啊，一个是躁抑，一个是忧郁。这个当然我不是讲我们的上司了。啊，雷藏是有两个极端呢。我们西雅图雷藏是有两个极端。这个啊，莲林上师以前的绰号就叫雷公，雷公，他一急起来，他会来回踱步子，会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直不停，一直不停的绕。他现在已经变成在这个戒律以下了，他已经不躁意了，已经变得很好，已经变得很好。然后我以前出去旅行，跟他的姐姐讲说，奇怪，这个莲林上师，他说，哎呀，我知道我弟弟了。他说我知道我弟弟，他姐姐讲的。他说只要他一急起来啊，他就在他多伦多好像买一个地方给你住吧，是吧？有一个地方给你是吧。他常常看见你在那边走来走去，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一直不停。走来走去，他说：“哎，这个已经我们看习惯了，不过好像好一点，好一点。现在已经变得比较很沉着啊，很沉着，可以这个有改变啊，这是好的现象。”那我们的这个住持德辉上师啊，他是始终是很稳。非常稳，然后他的想的事情很多，他给他一，他就会想到十。他因为他侦探小说，他自己讲，他侦探小说看很多，所以给他一个现象，他就会分析半天，啊，分析半天，啊，把什么事情可能发生的现象全部分析出来。从头分析到尾，等他讲完，我们都打瞌睡了。啊，那个是，就是说，一个是躁意，一个是忧意的，啊的代表这个样子。其实他们不是啦，不是躁意跟忧意，只是他们在这个现在都调，慢慢调，一个比较慢的调的稍微快一点，一个比较快的就调的慢一点。这种现象，这都是表示修行有进步，啊，修行有进步的，嗯。啊，收到朋友送的一份礼物，上面附有一张纸条。朋友，这虽不算是什么珍贵的礼物，但也够你用一年了。哇！非常欢喜的打开一看，妈，是日历耶。我们佛陀所说的法，够用你一生，够用你一生。我们人生啊，真的讲实在话，一些病，释迦牟尼佛全部在经典里面全部通通都指出来，我们人的每一种弊病全部通通都指出来，然后各有八万四千种病，用八万四千种法去对治它，所以你一研究佛学，你自己就会慢慢转变你自己，由恶而变成善，然后呢，你在做事情方面，其实佛陀的经典里面也谈到忠，也谈到孝，也谈到节，其实这个节字也是一种戒，一种义，啊，忠孝节义，忠孝节义，通通都谈到了。
这释迦牟尼佛的种种的方法，他教你一个尺去量我们每个人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尺，去量你自己本身的行为是不是有太超过还是完全没有，只是要叫你去量的。而佛陀的教法是非常好的，所以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他并没有超过。他第一个他戒杀生，这一种宗教就是讲这个不能够杀生，这个就是以慈悲为怀，就是这个就是善，不杀生就是善，不脱道也就是善，不邪淫也就是善，这欲望太大也是不好的，就是要有懂得方法节制。那密教里面对这方面跟这个都有很多的方法。然后不妄语，这也是善，因为你讲这个妄语的话哦，会造成很多的事情啊，像洋酒啊，这个洋酒就是会造成很多的事情。你喝酒了，你就会乱了，贪嗔痴疑慢全部都出来，只要一乱了，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出来。所以这个酒也应该要戒，酒是要戒的啊。我们修行人不可以喝酒的。那酒为药饮，你如果是吃中药要放一点酒哦，那这个酒是可以的。酒为药饮，你吃药那加一点酒是一种加强的剂，但是你不能老是吃药，对不对？老是喝酒啊，喝酒就是犯戒，也可以这样讲，喝酒就是犯戒。佛弟子不应该，因为你喝了酒什么都敢了，就什么都做了，那就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个陈传芳讲过的，一位男士问禅师，老伯对我专横跋扈，情人对我却万般的体贴，这该怎么办呢？这个禅师就正色的道，要镇定啊，千万不要相信在野党，谁上台都一样。啊，这个也是很有道理啊，有他的道理在的。每一个上台了都是一样的，做的乱七八糟，然后就滚下来，然后又换别的上台，都是一样的。那这个笑话的意义在哪里啊？我们啊不能靠别人，要镇定，这个是一个定字。有些人是要观察很久的，你有时候说哦，看人要看三年，看这个人要看三年，三年有时候也不够，你还看不到他的真面目，你看个五年也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你看了十年，哎，你终于看出来了啊，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还要十年才看得出来，可见人臣服之心呢、啊，他的心是属于机械的，他藏在最深里面。人家讲臣服很深，他表现的都很好，但是你要看他三年、五年、十年，有的十年才看出来。哦，这个是城府很深，你们看师尊呢、啊，一眼就看穿，因为师尊表现都在外面，心里在想什么，马上就表现，他不会，不会造假，没有做作，也就是不做作，我这人不做作，
不伪装啊，没有伪装，这个就是直心啊，佛讲的直心啊，直心就是道场。很重要的一点哦，你直心就是你没有城府，你一切事情都在你的身上，你做的就是你自己本身的表现，那你不会藏起来，把这个心机藏在里面啊，我想要怎么样，将来想要怎么样，将来想要这个好像啊，为达到一个目的，把那个自己的目的全部藏在心里面，通通不透露出来，这个是心机，就城府很重的人啊。这个人，我像这种人，我们要小心一点啊，要小心一点。有时候你交朋友三年都看不出来，五年也看不出来，十年也看不出来，啊，有一天终于看出来了。看出来你已经完蛋了，你已经被害了，所以这个是人也是蛮恐怖的，所以有时候观察哈，在观察上面要很仔细。有人问毕卡索，你到底在画什么？我都看不懂。毕卡索访问，你听过鸟在叫吗？这个人回答，听过。毕卡索问，好听吗？这个人回答，好听啊，鸟叫的声音蛮好听。毕卡索问，那你听得懂吗？这个人回答，不懂。毕卡索，那就是了，你不会懂我的话。所以有些事不必懂，也不必全部懂，做一个快乐的傻瓜。师尊懂不懂一切的事情？其实不懂。跟大家讲，师尊其实不懂。你说那个电器坏了，师尊会修吗？问师母，我会修吗？啊？哦，师母会修。师尊会做饭、炒饭、做菜吗？他没有看过，师母说没有看过。那师尊会钉钉子啊，做一些这个杂物吗？师母说不会。师尊会 computer 吗？不会，不会电脑，完全不会。啊，师尊会这个手机操作吗？也不会。哎，两个手机只能够打电话而已。他们给我的手机都不能上网的，放心好了，都不能上网。他们给我的手机啊，这个莲印上师跟这个韩英娃给我的手机啊，都是啊，就是打电话而已，什么都没有什么作用的。那个是最便宜的手机啊。啊，那是最便宜的手机。那司机，哎，这个师尊，糟糕，忘掉我会，到底我会做什么？啊？开车？我在台湾也不敢开啊，我在美国才敢开的，在台湾我是不敢开车的，台湾我是一点都不敢开车。要什么会？什么不会的？你统统把它指点出来。家事都不会。哎，这家事真的什么都不会。
我是什么都不会的人，所以我是快乐的傻瓜。我不是常常讲那个三只鹦鹉的笑话吗？对，有人去买鹦鹉，这个，然后这只鹦鹉多少钱？他说20000块美金。哇、哦，怎么这么贵啊？一只鹦鹉20000块美金，你不知道啊？我这只鹦鹉是会弹钢琴的。哇，真的20000块美金值得。那这一只呢？另外一只呢？另外一只啊，10000块美金。我说哦，更贵啊，怎么回事？哎，因为他这一只他会打电脑，这一只这个啊鹦鹉会打电脑的鹦鹉，哇，更贵，10000块。啊，另外第三只呢？那更贵啊，多少钱？10万块美金，哇！怎么那么贵？他会什么啊？老板就回答说，他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怎么那么贵？因为其他两只都叫他师尊了。yeah, 阿弥陀佛，我就是这样子的师尊。我骂你被迷惑。非常感谢圣尊宝贵的法语开示，请唱诵组准备。雷藏师有一些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8月31日星期日，中午12点，圣尊将在彩虹雷藏寺用午餐。午餐完后，师尊亲临为大众主持升机仪式，欢迎大家莅临参加。下午3点，圣尊主谈虚空藏菩萨护摩法会，持受虚空藏菩萨法灌顶及讲授大圆满九次第法。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报名。详情请参看中委会网站 tbsn.org 或西雅图雷藏寺网站 tbsseattle.org 查询。还有同修后，圣尊慈悲为大家签书，今晚签的书名是遇见本尊，还有笑话中的法喜。为了节省时间，也未免师尊太过辛劳，只有签书，其他物品一律不签。感谢大家的合作，请唱诵组带领大家唱诵佛号。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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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
佛，那摩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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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圣尊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恭请圣尊加持大悲咒水及为佛开光。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唵
生死的红，故如莲生死的红，红故如莲生死的红，红故如莲生死的红。唵咕噜连声悉地吽，咕噜连声悉地吽，唵咕噜连声悉地吽。请大家起立做大礼拜。礼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二拜诸菩萨，嗡啊吽。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四平等一起手，同修会圆满吉祥结束了。感谢根本传承上师的大加持，感谢师母、诸位上师、教授、师法师同们善信大德的护持，谢谢大家，阿弥陀佛。We now conclude this live broadcast. Thank you for viewing.